这是笑得很开心的徐凯，他应该看到很好吃的菜，他就很开心。好，那各位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中餐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汤呢是佛陀味汤，这个菜汤。然后这个是素食的肉燥，这个还蛮下饭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充满佛陀味的一道素食料理。这里有丸子，还有大白菜。然后这个是酱油蛋蛋，这个蛮喜欢的。然后这个是美乃滋三色蛋，我也很喜欢。这个是四季豆，好，这个也很喜欢。好，那个是今天的饭啊，好，今天的主角这道饭。好，那这个是大姐，我们谢谢她，谢谢。